你吃了吗？那当然没有啊。那太好了，你定地方，我现在过来。说好了啊，今天我买单，你不许跟我抢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，一会儿见。OK。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给我安排相亲呢？妈妈是没经过你同意啊，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，相亲。相亲怎么了？相亲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呀，我是皇帝不急太监急，行了吧？不是嘛？不是，女孩子，工作努力归工作努力，但是千万别犯你那个傻劲儿啊！啊，所以你还是打算接着瞒着他？之前没查清楚，瞒着他是怕他胡思乱想，现在这种情况更不能让他知道了。我弟弟找到了，他人在哪？还活着吗？3:14:15:16:53:89:93:95:4，你怎么了？你快吓坏他了！